欢迎大家来到兔女郎频道，我是兔兔郎。哎呀，还记得我们年轻时骑着机车这样约会，上山下海多热血！你还记得那是多久以前的事情吗？大学不可考。哦，对，因为没有你不可考。那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热血，对，一起来热血一次。很开心这次收到 GoGo 的邀请，试骑这一台全新 GoGo Deline 女性电动专用车。这一台车它其实非常贴心，它就是为女性专用的。还记得以前的车就是因为125很大台，对女生来说有一点点的吃力，就是你想要拿力好，但是它又很大台。我还记得125的车，我如果给人家载的话，我都是要爬上去的，而且它很重，很多女生都有立中柱的问题。那这一台其实有大大改善很多部分。就是很贴心的女性电动专用车，我们今天就来骑这台电动摩托车进行我们今天的约会。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在 IG 上问大家年轻人都去哪里约会吗？我们这一次就是从里面选了一些景点作为我们今天的约会行程，体验一下年轻的热血感觉。那我们去约会吧，上车。哦，他去约会了。对啊，哇，这个真的够低耶。很好上哦，这车是很低也不错，很好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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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走啊，走。I've seen a lot of change, been through a lot of pain. Some things are not the same as they were a year ago. 到了，对呀，哎呀，它里面有个小瓶，都会让衣服香香的。以前那个车上就会有莫名的闷臭味。你刚骑起来感觉怎么样？很棒，我觉得它很好骑。之外就是这个缓冲饰板，你的膝盖真的蛮前面的。虽然我是腿有点短，但我觉得如果骑应该是会转到。上下车的时候会扣到啊，那很贴心哎。嗯，那我把车架起来喽。好，我们要去溜冰了。它这台车立中柱很好立，我们来试试看。哇，放吧。你车很帅，那我们去约会吧，把它玩起来。来溜冰了，众多人推荐说要让小巨蛋里面溜冰，而我们却从来没有来这里约会过。对，因为我不太溜冰。对，你有这个经验吗？有，那时候大家想说来玩玩看，跟朋友一起来玩，就一群人，然后大家都好会溜，我在后面复健这样，我就不知道被追几圈。我是想说我们等一下会不会两个人都在复健啊？你不是溜直排轮吗？我会溜直排轮啊，可是我常觉得租过来的这个冰刀常常都会有一个脚踝会有一个歪斜，其实根本不好滑。So I don't know， 我们等一下去试试看就知道。好啊，九，期待。你还行吗？为什么这样来溜冰呢？ Why？ 因为这个情侣的乐趣是什么？啊，互相扶持吗？一起跌倒 ？I don't know。所以说，如果人不年轻，为何要太紧了？为何要体验年轻呢？这样会太松吗？我们要进去了，看一下我们全副武装的样子，还要别人去帮你拿手套。手套到底去哪里了？雷的阵，懂吗？到底在哪里嘞？你摸一下屁股。啊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我们要进去了。想不到运动细胞的狼竟然有这一天，哎、欸，我很紧张。好滑哦！对，为什么像我们不会溜冰也要进来、啊？我不知道啊！不要推我，不要推我，我不会动啊！请问到底我为什么要来这里？不知道啊！我好像可以滑啦。你去往前还是往后？应该是要这样，这样，这样，这样。那是用外八吗？外八。那你离我远一点。哎，怎么老婆离我这么远？老婆，你知道吗？我溜冰训练最多是我的手臂的力量，手指头这样。你说我们该怎么继续进行下去啊？我去那里拿那个复健的那个，你有看到吗？他们在复健推那个。哦，你要那个是不是？那你要走到那里才可以。Go go go！ 我很担心我们会不会一起滑倒。我也很担心我们会一起滑倒。增加一点就是这个横的力量就比较能控制。什么叫横的力量？这样，其实我也没有很会。可是附件的没有很多哎，所以你也只能跟我一起溜了。好吧，要不然我们一起离开这边溜溜看，好不好？我不知道怎么用啊，左边右边，左边右边。那我们左边右边，还是右边左边？哦，我在旋转。哦，不
知道为什么我在转。我觉得停 stop， 你要尽量维持外八，维持外八，维持外八，外八，外八不是蹲低，就是脚要这样。外八了，你不觉得这样会站比较稳吗？不觉得，我一直这样动，你看外八就比较好站立啊。我没办法控制我自己，脚一定要外八，外八，然后踏出一步，踏出两步。你好像挡到一些路线了，往这里。我可以。右边的 tips 是什么？你把它想象你在走路，脚要抬起来。两只脚都抬吗？是哪一只？这脚太难了。为什么他会是约会地点？就是你刚刚其实一直牵着我的手，对，就是很适合暧昧的人来，因为危急的状况而增加彼此接触的机会。而且有时候你知道，刚认识其实没什么话可以说，你就是这样一直危险中度过，危险中度过。刚刚难得有你担心我的眼神露出来，我一直看到你很担心我，你很值得担心。哦吼，终于有一次是你担心我。那我们应该这一次就到这里就好了。我觉得我们也是不要进行一些不适合我们的活动，我们就是体验过就好了。还是很热血，好不好？我其实刚刚有试着离开握把，我有走半圈吧。棒！我们现在要去下一个约会地点了，体验年轻购。去一些你比较擅长的。Hello， 好。老婆 ，What's up？ 秀了个新科技，怎样？电动。很轻松，你都不用很那个。不用，就是撑着就好。这个真的有点贴心耶。我记得我们以前就是如果有个斜坡的时候，我就这样，对对对，就要卡很紧。这个，那你可不要再弄我肩膀，不然我会怎样？玩这些游戏，但是每次来都还是很想玩，真的莫名其妙。我要让你吗？要，你要让我。这是爱妻的行为 ，OK。好，我现在来玩这个眼明手快，他就是等一下把这个棒子都装好，然后他会随机掉落，然后我要把它接住，接越多越来越厉害。开始就是倒数五秒喽，哦，好紧张啊。妈的！我帮你借两只，我有一只。我现在来玩这个，就是打这个假人的游戏。你有点暴力耶。对，我觉得我好像喜欢玩这种游戏。你玩这个可以，但你不要把它讲成我。哎呦，我怎么是这种触宝呢？不要受伤哦。你要打谁？要打那个男的。哦，我要撤哦。太温柔了，你这个太温柔了。对你平常不会怎么打会痛吗？对，所以最后五秒用力的打他。哎，你刚刚把他想成谁啊？绝对不是你啦 ，You're wrong。好累哦，你要把他想成谁啊？不会是你啦。好帅哦，你看燃烧了，他着火了哎。对啊，我会把他打死。为什么要玩这么累的游戏啊？真的很累啊！我希望是没有第三回合了啦。我们可以玩温柔一点的游戏吗？我们要来玩
赛车哦，还在喘。那你觉得我要让你吗？其实我好像蛮会玩赛车的。你让我吧。好，最后终点线前让你，但是如果是电脑要冲第一，我就会冲第一咯。好，来吧。今天选保时捷的车子，平常不一定能拥有，但现在必须拥有。爽了！好难过哦 ，My God， 我要死亡了啦！保时捷加油，我快要超过他了。真的吗 ？I'm just behind you。那我要等等哟。啊！这是我们七七之间的厮杀。Oh my god！ 婊子，什么？你不要骂我！呀呀呀！你确定你要骂我吗？没有没有没有。No！ 他说还要让我的，但是他就猛烈的油门一直吹下去，然后就过关了。这些都是骗局。原来他叫小禁区罐头，我一直不知道他叫什么。你要红色还是蓝色？我要红色，这样不用走吗？对。我一直在吃自己吃吃东西耶，那我都不知道我怎么会有分数耶。但是觉得年轻人的世界真的是其实蛮花体力的。其实你觉得你有跟得上吗？有。那我没有，我决定我还是去做一些老人的事情好了。怎么了？开心吗？开心，开心啊。包包给我，你知道这包包我觉得很不错，就是它是弧形，而且很大，就是放包包超适合，可以背在这种皮子，就不怕会凹到，会有一个扣痕，有一个扣痕。我以前的包包就是因为摩托车有扣痕，我觉得饮料架超有质感的，就是没有用的时候把它收起来，就不会弄到脚，就不会撞到脚，我脚容易撞到。So smart， 它这个灯真的是很贴心，因为常常在黑夜之中你找不到你要的东西。是的，但它有一个小灯的话，就会照亮你整个车厢，就有一些小东西就会很容易被看到，方便。走。哇哇，神秘哇！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好。哇哇。来，你先下车吧。哇，跟你说这台车很棒，就是在暗巷里面熄火也会有护送灯哦，就不会暗暗的了。我知道你很怕黑。对。你看，他会帮我们指明我们要走的路，这样吗？就是你看啊，我要熄火了，熄火喽，它就会亮灯。后面也有，前面也有，前后都有，是不是就很亮？帮我指明了一个明路呢。喜欢今天约会吗？喜欢。体力还跟得上？体力就是跟不上。年轻人的这种活动消耗我这个老人的体力，真的是也是。那你觉得活动有年轻的感觉？但还是有啦。去这些地方真的都是年轻的人，你可以感觉到他们大概可能国中、高中、大学。你有吸到年轻人的精华吗？有，我真的有吸到，有，真的有感受年轻人。然后有感受现在年轻人的流行不同，穿着什么都不同，我有观察。就是体力差一点点，对。那你觉得今天这台车怎么样呢？真的很贴心，我真的是用的很开心。它真的就是如品牌所说 ，GoGo Delight 就是一台女性团队主导设计的一台车，它就是女性的切角，所以很多那种小贴心啊、细节，比如说杯架可收，以及一键式的倒退跟一键式的牵车。我其实最喜欢的就是那个一键式倒退，因为我觉得这是我拥有机车以来最痛苦的事情，要后退，然后你就觉得车子已经够重，然后还有一个小斜坡，就会。可能有一点点力量，因为我曾经想过机车为什么会倒退，但我觉得这就是帮女性设计的一台机车啊。还有那个放包包那个，我一定要大赞美。其实每个女生买的包包都是很心爱的啊。
对，一定要动，又要好挂，但是也不能伤到宝宝。是，然后颜色又很可爱，我觉得这薄荷绿超可爱。好了，那今天我们约会就到这边，喜欢的话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宝宝拜拜，拜拜。